粑粑制作法的做法步骤。一，把鼠须草洗干净，很难洗，至少要洗十次。用高压锅加少许水煮30分钟，在老家要用稻草烧成会过滤的水，待晾后取出几干水分剁碎，越碎越好。这道工序在老家用石臼捣烂的。二，普通米粉和糯米粉按1:1的比例，拌均加入熟透捣烂的鼠须草，不停的揉面，跟做饺子皮差不多。觉得干就加适量的煮鼠须草的水。三，不停的揉搓。四。六，瞧，很俗的食物纤维呢。七，让面醒一醒，一边准备馅料去。八，馅料：腊肉、胡萝卜、蒸过扣肉的梅菜干、土酒。九。十，炒好的馅料。十一，做法：搓成圆子状。十二，压平。十三，捏薄，比饺子皮稍厚一点。十四，装多点馅。十五，捏拢。16，像这样下锅蒸。17，出锅了。